喝水越多的人其实比较不容易蛀牙，因为口水有杀菌作用，也不是杀菌作用，但是会把细菌的话冲刷掉嘛。我们做主持口水都喝茶。今天要做大腿跟小腿的训练，这个动作看似简单，其实真的不容易。是最大的特点就是那个鱼丸自己制作。哇，这个就是鱼肉啊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多好吃啊！对，我开始就还担心有腥味，不会耶。到我这边的时候，他就摸摸，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我听了也很激动哎。银色嘉年华，星期四下午3:30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学习，选看更多银色嘉年华的视频。